今天教一个大脑放松，或是提升你的记忆力，或是觉得啊开始肌肉衰退，或是你的判断能力什么都变弱的时候，可以叫做做一个黑蜜蜂的声音 ，Black Bear Song， 就是这个是印度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瑜伽，所以你做开始就说五个手指这样子伸起来，伸起来的时候，然后这样子就是贴开，就是这个是贴在眼睛，这个是额头。然后一个是在鼻子上，但鼻子不要塞住哦，一定要有空气。然后下巴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大拇指从这边看，大拇指一定要把耳朵捂住，大拇指把耳朵捂住，然后用力往前，然后用鼻子跟鼻子口腔还有那种喉咙做一个动作，你感觉整个口腔脑部都有震波的感觉，然后你那个就是吸气吐气的时候一定要有丹田声，你能吸就是吐出来就是缩进去的，然后就是吐完以后就是这个弄完以后气是慢慢吸进去，然后这样子认真做，其实一定会听到你的声音，甚至口腔在震动，脑部在震动，等于在脑部一种按摩的概念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，可以改善睡眠，可以调节自律神经系统。